友满天下，能有几个最真诚？有茶有酒叫声朋友，危难之时你不见踪影，你抢什么抢，你争什么争，争过几十载，一缕青烟化灰尘。我的光环是一个赞。 Hello 你好。那个跟我爸讲说我一个炸钻，他听不懂啊，他听不懂那是什么意思。能有几个最真诚。 Hello 雪玉，欢迎弟弟。为难之时不见踪影。 Hello 阿基米，欢迎所有的宝宝。青烟化灰尘。Hello Lee，口红不知道，有可能哦，刚有人炸口红。你可以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先去内地去看他们现在丢什么，然后丢了什么现在还没炸的，这个有机会就可以卡到。八哥，你可以去看内地的一些大家族，他们现在在丢是什么，然后再丢。这样比较有机会。欢迎擎天柱。那个 Alan 啊， Alan 他会私讯我，他跟我说前天我们炸猫的那一天，他私讯我说现在内地开始在丢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丢了多少还没炸，然后我就大概知道什么东西有机会。没在看孔，看球，然后你就回不来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一看你就回不来了。他说劝他。谢谢小阿轩的关注，欢迎小峰，欢迎晕圈圈，阿基里斯，欢迎你。为什么要标注我？晕圈圈，欢迎晕圈圈。我今天没有炸中猫，我没炸中猫，晕圈圈。欢迎何工，欢迎顾西。Hello 和尚，欢迎小阔。晕圈圈，如果你有币可以丢罐，罐要炸了，我们家的罐。等等哦，我们家的罐要炸了。Hello T， 不是铃铛，是罐。你单点一个试试看。家族长吗？你好，你要找我们家家族长吗？我是他的小秘书。我的心像吃了电，这种迷人的感觉我无法用语言。越儿越远远，我想越空虚远，祈求为了为我们牵一条红线。你为什么笑那么开心啊？欢迎小雪，加个微信了解一下。你要了解什么？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，想你想你想你。家族待遇，你想进家族吗？欢迎俊贤。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，爱你爱你爱你。谢谢晕圈圈，谢谢你送我的礼物。你想要了解家族待遇，你先丢一万铃铛给我，我就跟你说好不好？晕圈圈，谢谢你啊。我真的觉得罐会炸哦。还有子涵，欢迎孤星泪。家族待遇就是我们每天分红，我们家每天分红666666666。欢迎看看，我正弥漫的情感呢呢呢。圆圆丢一个，我帮你许模板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刷铃铛给你，不用不用，我点了，可是就是。我就是点不中啊。
语。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，想你想你想你，再认可你一点。哒啦哒啦哒啦啦啦啦。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。安全。可以无所谓。嗯。要问那个家族福利的跑掉了。小洋洋你好。谢我符号哥的礼物。两点半下播。不把你们卡到三点。太累了，因为我今天是很早就播了。我很早不播，然后你们一直看我，你们一直拿着手机的时候会不会手机很烫？他有家族，那是故意的吧，对不对？你说他是故意的。爱在等待，欢迎欢迎岁月，欢迎王不二放牛，欢迎三人游，欢迎2021好，巨仙好，感谢点亮爱心。CK 好，欢迎雨席，欢迎高帅。那个家族长的那个微信不是我的微信啊，笑死！应该很多人加，想说要勉强加微信，那个不是我的微信，那个是家族的微信。Hello 丑，是佑哥的，你看佑哥，欢迎深情。啊，我都没听佑哥说过哎。欢迎阿志，欢迎爱心，巴比伦好，欢迎巴比伦。最早是放我的，然后后来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妥，我就跟佑哥说，哎，佑哥你自己去处理。冤大头好，欢迎使者，欢迎你们。Hello 婷。深夜来听老歌了，再一首歌我们下播了。家族长你好美，好想看你没穿。欢迎力哥。等一下哦，你们要早点去睡觉，但是我还是会在直播间，如果你们睡不着就来直播间陪我哦。哦，直播间陪我哦。隐形人好，欢迎101030。这首歌听完我们要下播了，大家赶快去睡觉去，广浩哥赶快睡觉去，恶魔赶快睡觉去。你爱了不该爱的人，对呀、啊。你们还精神好吗？心中满是悲恨，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，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，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。我说我想你，对，我说你们精神好吗？因为我说我这首歌唱完之后要下播了。哎，真的吗？要到三点吗？你们想要到三点吗？到三点我是怕你们太累了，因为你们今天看我看好久，我怕你们有一种叫做视觉疲乏。你们知道视觉疲乏吗？去挂机也行。视觉疲乏就看我看太久。精神早就不对不起恶魔，对不起呀、啊。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，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
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。